大家坐下面都已经很长时间了，大家待会这个节目啊，希望大家能够互动。我们先看他们是怎么表演的，然后愿意上来的，一块跟他们一起上来啊，一起陪着随着音乐一起块跳，好吧？这个节目呢，于小杰跟我说他是这次节目的编导，叫亚成 star。 啊，是我们亚特兰大特有的动作，是创新的，所以说1068今天晚上要登的话，要专门注册，是我们亚成的于小杰是编导，他们什么时候才上来？是要掌声才能上来，还是音乐起才能上来啊？啊，哇，都不一样啊！我告诉大家一个秘密啊。 郭鹏今天为了跳这舞，买了一大堆新的东西啊！大家注意看，他的皮鞋都新的啊！猜猜哪一个是郭鹏？下面的朋友准备好，高兴的话，咱们伴着他们一块跳啊！
为满足我的感觉，这一路看。